大哥，开门！怎么这是？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你居然敢踢我！我踢你怎么了？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我就是个打死你个王八蛋！薛老板，乔振兴怎么你了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呢？冲动台，吃里扒外，拦着我揍他，就是为了揍死你！金山，老表，快去寻龙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二爷，你起开！行，山西元，你给我出来，我给你寻死证。小样，治不了你了。二爷，狗，二爷，狗！这不俩孩子吗？这。怎么这是？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走！哎呦，哎呦，二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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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看看去！哎，班主，二爷，班主，班主，二爷，班主，班主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！商老板，这别闹了，再打就死了我！吼什么吼？我打你了吗？你没打吗？烟肉哪来的？狗啃的。好家伙，都失血了都。这儿，都轻了吧？那就不叫打。我要动真格的，就你这样的，我打十个都不出汗。长兴跟我有仇，你就别跟他勾勾搭搭。这次都没见到蒋茂平，你都忍不住发疯了。平安那些个情深往事，这辈子都绕不过去了，是吗？不是那回事。那是怎么一回事？少废话，你过来。干嘛？我不过去。过来！我不。试试，水龙秘制金疮药，